我是公关列车的吗？112年哦，4月16号，然后圆山花博公园来了来了，有一架飞机进降落，17:18，来的是立龙航空 B7882，从金门上机场飞往台北松安机场的降落，拜拜，再见。我下面跟妈在门都电我们聊天，然后什么班次什么东西动动我都给他一律我自己用打字，没办法。对，那这边还不错，这边看飞机的超赞。我看到人家降落，然后我的时间已经被耽误了，没办法，等下再等我要的那一台，对吧？中华航空应该是快到了，对吧？啊，谢光啊，陆小明跟马掌门，这都点我们的照片。4月16号，圆山花博公园登陆，1:19，那就是再见，拜拜。